WGCA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职责和使命，是通过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IWGCA,IGC, 让所有国家都使用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和产品，应对地球气候变化，为保护全人类与动植物，以及保护臭氧层和地球上的有机体、无机体，使无温室气体能源成为可能。本国际组织与所有成员和国际社会保持信任，构建国际合作网络，提供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，使所有产品都将通过国际标准绿色技术进行验证、认证，按国际标准绿色产业分类，以合力改善全球的气候环境，为使全世界人民更健康的生活，为了世界和平发展与社会安全稳定做出贡献。LWGCA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依据绿色环境宪法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，对气候环境和人类带来极大影响的地球和宇宙一切有机体、无机体的监察监视指导教育共同调查，来实践挖掘全世界的绿色技术产品企业等，通过国际绿色标准的制定和对企业技术和产品进行验证认证，履行国际绿色实践。主要任务，依照国际法上对 IWGCAIGC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全领域马德里条约国际专利条约 PCT 基础， IWGCAIGC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所有领域的技术产品服务的开发、企业资产评估等，划分为建筑领域、航空航天领域、造船海洋领域、衣、食、住、行等。按产业分类、物流代码分类、国际及外国机构中分类、气候环境小分类、10000个各分类、150000个细分类、150000个等分类。面向全世界进行交易时，为新技术或新产品注册国际标准绿色认证代码。